者吴婉婷台北报道，传奇摇滚乐团史密斯飞船的主唱史蒂芬·泰勒近日登上名嘴詹姆斯·科登主持的节目《深夜秀》，竟大胆自曝至今大概花了200万美元，约6000万台币吸毒。他还透露，日前获邀参加一场时尚趴时，他情不自禁杀到女儿利弗·泰勒的45岁女星好友卡麦隆·迪亚，还当场向对方提出约会邀约，让女儿出面制止，直呼爸，你在把我的好朋友耶。史蒂芬·泰勒过去就曾出版自传，揭露自己常年沉迷毒品，多次进出乐戒所的经历。他这回在节目上仍是毫不避讳大谈黑历史，当主持人问到他究竟花了多少钱在毒品上，他笑回少说也有200万美元。除此之外，史蒂芬·泰勒也说，有一回在时尚派对上，他整个杀到女儿的好友卡麦隆·迪亚，当他俩有机会一同乘车时，他大胆向对方开口，卡麦隆，你需要有人陪你一起看电影吗？或者是你可以带我逛逛伦敦？但立刻就遭女儿利弗·泰勒阻止。他笑说，我当场感到一阵尴尬，但也立刻一笑置之。史蒂芬·泰勒所透露曾杀到卡麦隆·迪亚，又单摄自推特史蒂芬·泰勒图登上名嘴詹姆斯·科登主持的节目《深夜秀》，反射自影片